大家早晨，欢迎收睇朝早嘅天气报告，我系沈志泰。话咁快咧，又去到星期五啦。今日咧仍然咧都系好热噶。嗱，朝早咧从维港望出，你已经可以见到阳光咧相当之唔错。嗱，如果睇翻咧大范围嘅卫星云图咧，就可以见到华南沿岸地区咧整体咧个天色咧都唔错噶。不过咧喺台湾对开嘅海域咧就有一个好大嘅云团，这个咧就系超强台风利奇马。受到李奇馬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，本港今天都是天氣酷熱的。我們預測李奇馬就在未來這一兩天就會大致靠近浙江，隨後就會移上去華東。接著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，我們預測就會是天晴，不過日間就會是天氣酷熱兼且就有些煙霞的。市區的最高氣溫就有成34度，新界就還要再高2度。風嗰方面就會吹和緩的偏西風，大家要留意咧，夜晚就會有啲驟雨咧，同埋狂風雷暴噶。提醒大家咧，酷熱天氣警告咧，而家咧就係生效緊，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咧就要飲翻多啲水啦。咁如果展望嗰方面咧，我哋預測咧週末期間咧就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，不過要留意咧，去到下個禮拜初嘅時候咧，驟雨咧就會係比較多噶。今朝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一度。下次見。